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ATT 播放，那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的特别，就是2019年的5月4号，也就是星战原历日。今天我想用这支影片来呈现出一个属于台湾的星战原历日，而且听说还有神秘嘉宾哦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Let's go！ 又到了这一天，一年一度的星战原历日又到了。去年我们一起去总统府庆祝，今年的我们在 ATT 佛放来举办这一场盛会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台湾的星战迷就开始期待，开始装扮着自己喜欢的角色，不管是用专业的服装或是自制的道具，都扮演着自己最得意最有趣的角色。我们不像国外一样有星战博览会那样隆重的活动，也不像其他地区一样所有人喜欢星际大战这个文化，而在台湾，这部电影就是科幻大片，对美国而言更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之一。美国甚至连前总统奥巴马都喜欢了，那我们呢？马可多每次星战活动几乎都把自己累死的星战大剑人，因为有他，我们才更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星际大战在台湾的活动。总统跟主办单位的快点，马可多，你好，你就是马可多，看起来还有点像星战，真的很星战，哇！这一天的我们只关心对方，只聊星战。星际大战不只有黑武士、风暴兵、光剑、雷射枪、原力，这更是充满温度、热血、感情连结的一个文化。这天我们跟总统站在一起，这一刻我会很骄傲地说：感谢你的收看，愿原力与你我同在。